那我肯定唱我的经典曲啊，就是最拿手的呗。哎，拿手的啊，演一出，演一出吧。演出什么？丧林手指。哎，丧林手指，哎，那大家都爱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演得好，演得好。不好意思，演、啊、演不成，演不成。怎么又演不成了？演丧林手指，越他娘，越孩儿，越妮儿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多跟司令，我咋耍了？哦，明白了。少两个角色，哎，妮儿，妮儿，妮儿，你当妮儿吧，当妮儿。我当妮儿那会合适，你那乱了不是？完全玩意儿。我给你找一个，我给你找一个可以。找妮儿。我给你找一个，我找找谁？申小梅老师怎么样？哎呀，他当妮儿。这有点大。中不中？大太小用了，你。对，没问题。我跟你说，缺个孩儿，你当孩儿吧，是吧？这弄了，这辈儿都是差着你这。我给你找一个，我给你找一个比我更合适的，中不中？我找一个啊。找谁？金不换老师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，金不换老师。啊，你看俺家的孙女子，你要是不找他了吧，他给你那眼皮底下戳咧咧，戳咧咧，戳咧咧，戳咧咧。你只要是找他了，你都找不着他了。你，闺女。妈，你喊我了？哎，你成天出溜达跑的，哎，我领着你出去干活去啊！干活就干啥活？你们看咱喂那蚕都快饿死了，哦，我领着你去采点桑叶子，采桑叶，走吧。好，走，抓紧时间啊！抓紧时间。你想老天也不干活会装，你想想，你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咋了？吓死人！你看这我啥？你看啥你都吓着去？你看你那笨拙呀，吓唬的呀！妮儿啊，妈，那咋有个人呢？这怎么有个人呢？你救救他！咦，妈，我老胆小，我不敢。你胆小？我胆小。妈老了都没有胆了呀。妈，哎，我给你壮着胆，中不中？壮着胆，壮着胆。我喊着你答应了。哎，对。妮儿，哎，走吧，你看走吧，你都。妈，妈，哎呀呀，俺来救你来了，别吓俺，俺来救你来。他有气了呀，有气儿，气不多了。嗯，那咋办呢？你快点给他做做那吧。做啥？呼吸大法。啥叫呼吸大法？咦，呼吸大法你都不懂？那就是嘴对着嘴，一吹一吸，一吸一吹就好了。哦，嘴对着嘴，一吹一吸，一吸一吹，一吹一吸，一吸一吹。哎，都好了。咦，妈啊，他是个男的，我咋给他对着嘴？听你的声音跟男的也差不多。要再说吧，男的咋的？咱救人的论啥男女的？那你去吧。你龟孙！我去，我是老了，那底气不老足了。要不是这女的，这时候论上你。去吧。那我试试。你快点去吧，救人的，你赶紧吧。哎呀。幸亏是碰见我了，我懂了，你看。好了，中了，妮儿，活了，妮儿，呀，中了，呀，咦，咋弄着的？哟，干啥的？娘的，我干啥的？还吹的，你咋过去？那肚子吹着圆着呢？再吹还吹崩的，你这，给我看看咋样？要瞅瞅吹的咋样？他说。呀，差不多了，小孩醒醒吧，孩醒醒吧，醒呀，还不中啊？去，叫啥去？啊！乖乖，你这是老吹风机啊，飞起来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孩吃里胖墩墩的，长得光滚滚的，是吗？你说这年轻，你都会走这条路嘞？无家可归，只有一死啊！啊，你无家可归，可不是吗？妈，哎，叫他去咱家。咦、啊，咱家清一色一条边儿，咱都是女的，你说咱留个男的咋说嘞？妈，你是嫌他没地儿住？哎呀，咱家主要是没有地方住，你知道吗？要他住我屋。哎，
说的啥？主持人，我再说一句。妈，你叫他住我屋，我住你屋。吓我一跳！哎呀，孩子，哎、看着你无家可归，就是怪可怜人的。哎呀，我想着叫你去俺家，你看咱也没有啥关系。没关系啊，一去不都有关系了啊？对，一去都有关系了，母子关系。哎，对对对，母子关系。哎，你愿意？哎，那我愿意。你愿意，咱们喝两瓶听听。想占我的便宜了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我整天听见闺女喊我，我都没听过孩儿喊我啥味儿。哎，来来来，喊两句，喊两句听听。中哥，哎，母亲。哎呀，老爹呀，真得劲来着啊！母亲。哎呀呀呀，这得死！母亲，也得死了，得死了！我操啊！也掐人中，哎，掐人中不中啊？干脆我来个呼吸大法来吧！我操！起来，醒了！你是烂的弄啥的？哎呀，孩子，哎呀，我看着你也通顺一点了，是不是啊？咦，这孩子长得这真有福相啊！哎呀，天庭饱满，地合方圆，耳朵一去像个汤圆。哎呀，孩子啊，那咋弄？以后咱都成一家人了呀？那可不是吗？那咱回家吧。回家。有孩有女了哟，真的呀，回家吧。